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保养专家 Sam 老师。肌肤问题可以说是百百种，相信大家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保养方法。夏季保湿除了早晚补水，最重要的就是美白与防晒。怎样让肌肤里里外外皆能水润透白？让我们跟着 Model 一起做一遍，大家就知道咯。上妆前先使用保湿精华液替肌肤补水，让肌肤三度提升：紧致度、光泽度、保水度。紧致生态能巩固基底层并强化紧致度，创新逆转生态能提升肌肤弹性与光泽度，唯一使用活水保湿生态制造，能稳定调控细胞血通道锁水，强化细胞自主性的补水，直接提升保水度，一瓶就解决三种烦恼，成就 V 型小脸水润肌。眼周肌肤也需要好好的保养，如果有黑眼圈、干纹、细纹，整个脸色看起来就会无精打采，人也会显老许多哦。亮眼及还原生态，针对淡化黑眼圈、改善循环，特别在微整形术后改善眼周淤血现象特别有效。寡糖氨基酸抚平细纹，回复肌肤弹性，维兰藻萃取提升平滑弹性，30分钟立即感受到肌肤表面的紧致效果。使用过后，眼睛肌肤明显提升光彩，紧致有神。保湿又分为一般保湿与聪明保湿，聪明的你知道要在细胞外与细胞内同时下功夫，才是真正的加倍保湿。你知道表皮细胞上有特定的水通道吗？生成活水因子可以控制水通道，让水分子进入细胞内快速补水，加上表层锁水因子来辅助高效锁住水分，以及黑色素细胞的催眠师睡美人嫩白因子，三种因子三效循环，活络肌肤表面与深层的水润网络，好吸收，保湿不黏腻，不添加香精色料，特别是微整及医美术后温和不刺激配方，任何肌肤都可使用哦，让肌肤拥有钻石般的水润与光泽。夏日出门的最后一道防护，净白、润色、隔离，一次完成。100%纯物理性防晒，在肌肤上形成安全的防护效果，减少化学性防晒物质不稳定的困扰。高渗透力的玻尿酸分子服贴，同时保湿，微海藻萃取，保护肌肤免受伤害。更添加酵母菌萃取，提高肌肤免疫力，促进肌肤弹性，质地清爽细致，好推不油腻，保持如裸妆般的好气色。相信大家跟着我们的保养示范，就能维持水润透白肌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